开局只有一个泥土，还有树苗，没有任何的食物，也没有任何的物资，我们该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去，并且建立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呢？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建造了一个岩浆罐农场，为的就是岩浆膏。用岩浆膏合成岩浆块，我们就可以建造朱恩塔了。有了朱恩塔，我们就有了用不完的金子。我们现在的背包里边有接近十组的岩浆块，这个数量呢应该可能还是不够啊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。我们现在找一个地方开始建造朱恩塔。我们先回家把材料带一下，玻璃和岩浆块用的是最多的，普通的石头的话用处不是很大啊，不过我们也需要带一些啊，没用的破烂我们先丢下来。从这个方向就可以啊，我们用下搬砖一直往后搭一点，离这个传送门远一点就可以了。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在这边搭建一个9×7的平台。平台搭建好之后，我们来做一些箱子，摆5个大箱子。我们还需要用漏斗把箱子连接一下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漏斗，把东西放下，然后回家取一些漏斗过来。啊，这就刷怪了吗，兄弟们？而且还很多啊，这个我们需要一个一个挤下去啊。如果我们现在打他的话，我觉得这么小一个平台，他们很可能把我打下去啊。来，一个一个挤吧，下去，下去。哎呀，但感觉这样的话好像太慢了吧？要不然和他们拼了吧？来，用我的钻石大剑，锋利5啊，兄弟们，我觉得有一战之力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哥，好像打不过。哎，哥哥哥，哦，可以，哦哦。哦，还有一滴血，可以啊，兄弟们，幸亏我们的装备比较屌啊。现在我们用漏斗连接一下箱子，每一排的漏斗都铺过来啊，最后留一圈方块，我们要放玻璃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外边用玻璃把这个收集装置围一圈，其实用什么方块都可以，我觉得这个玻璃比较好看，是吧？我们围一圈，然后呢给这个玻璃加高25格，25格呢保证这个猪人摔下来会摔死。好的，弄完之后呢，我们在每一排玻璃上方的中心点再放一个岩浆块啊，然后岩浆块呢延伸18格，18格铺完之后呢，我们需要把整个平台连起来啊，而且必须使用岩浆块，因为岩浆块是不会刷猪鳞的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已经铺完了，因为我们中途取了很多次的岩浆块啊，挂了很多次的机，所以这个剪辑的过程是比较突兀的。现在这个猪人塔并没有完工啊，但是我觉得猪人太多了，我想先试一下效果，对吧，兄弟们？我们首先在中间来放两格方块，再放一格啊，上边呢我们放海龟蛋，海龟蛋呢就是用来吸引猪人的。首先我们需要做一些活板门啊，先来做一个工作台啊，兄弟们，哇，这岩浆块太烫了，快点快点，哎呦，好难受，兄弟们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这边先放一个普通的方块吧，要不然我们合成东西的时候一直在掉血啊。作为工作台，然后呢做一些漏斗，先在中间这个方块放4个活板门，然后在外围全部都铺上活板门。好的，我们来放一个海龟蛋啊，放了之后我们把这个活板门给它打下去。来，这样的话，哎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，这猪人，先把活板门打开一下啊。活板门不开他们都要往过走，但是他们是走不过来的。来来来来，打开活板门啊，兄弟们，可以看到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效率，哎，我的蛋，哇，兄弟们，我的蛋被踩碎了，这好难受呀。先把活板门给他打下去啊，中间的话这两个猪人怎么解决？我不敢打他们呀，打他们的话是会被群殴的，但如果我放上去的话他会被踩碎的，直接跳过去然后把他们挤下去，挤挤挤。好的，我们再跳过去啊，这样的话放下海龟蛋，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，他们是踩不到的。来吧来吧，来踩我的蛋，快点儿。这个猪人塔已经做了好几次了，这个效率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太爽了。现在我们只差封一个顶啊，封一个顶的话是防止恶魂刷新的，然后我们这个猪人塔就大功告成了。哦，都在下去，别挤我大哥，别挤我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封一个顶。哎，什么声音？哎，恶魂，等等等，哎呦，先把恶魂解决一下，这恶魂太烦了，想跑，别给我跑，别跑，来来，咱俩比一比啊，比一比啊，比一比啊，我这瞄边，哎呦，兄弟们，怎么老是瞄边呀，打不到。哎，哦，牛，挑战完成，见鬼去吧。
好，兄弟们，我封顶啊，先把这个破坏的地方补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必须要封顶啊！哎，又来，又来！哎呀，这个魂烦死了！别呀，哥，你烦不烦呀？好的，好的，赶紧封一下顶啊！我们留两格高就可以了，再来一格，然后把这个顶封一下，我们隔一格封一下就可以了，只要不刷恶魂就可以的。快点，快点！这恶魂真的是烦，还有小黑，不过到目前为止好像并没有刷小黑啊。哦，这效率。不过我有一个失误啊，兄弟们，我们不应该放这个海龟蛋的，这样的话猪人全部都掉下去了，上边就有了刷怪的空间，恶魂就会刷新，看到了没有？我们其实应该完工之后再来放这个海龟蛋的，这样的话恶魂是不会刷的。感觉不行呀，这个恶魂好恶心，好恶心，还来，来，又来一个，不行呀，兄弟们，必须要把这个海龟蛋给它敲掉啊，要不然的话太难了，快走，先敲海龟蛋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两只恶魂解决一下。快点，哎呀，这恶魂真的是烦，从来没有如此的烦一个 MC 里边的生物，恶魂是第一个，还有小白，还有库里帕，都挺烦啊。他又跑了，哎呀，真有你的呀，他跑的话就不管了，把这边补一下。哎，又来，哎呀，兄弟们好烦呀，他隐身了，哪儿去了，兄弟们？哇，算了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先封顶。这个诸神塔我干了三个小时，兄弟们终于是完工了，上边铺了一层玻璃啊，这样的话恶魂凡人的恶魂就不会刷新了。然后我们把海龟蛋放在这里，哎，放不下去，那我们就跳下去吧，来，然后放上，这样的话就好了，所有的诸人都会涌向这里，然后掉下去变成金子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啊，怎么样？哇哇哇，排队来啊，就算是最角落的诸人刷，只要刷新了他也是会过去采海龟蛋然后掉下去的。我们怎么下去，兄弟们？跳下去应该没事儿吧？试一下吧，应该没事儿。我的装备很牛啊！哎，好的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出去。哇，兄弟们，我耳边一直是这个怪物摔落的声音，太爽了！哦，这一大坨，爽，兄弟们。我们在这个收集装置的旁边用下搬砖围一下，方便我们取掉落物。这个音效听多了有点烦啊，兄弟们，哇哈哈，太爽了！来看一下短短几分钟的收获啊，兄弟们，这边有两组零五个，这边也有很多，这边也有很多，哇，兄弟们，这金币用不完了。好了，从此之后我们实现了金子自由。那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大家拜拜。